就是爱穿这个穿这种吼、哦，没有袄带，安尼撸落去啊，脱出来就好啊，方便方便。啊，这妙华妙华买啦吼，妙华家己嘛一箱啦吼，鳄鱼牌啊吼，什么意思？羽良吉学生。绿色，然后看清楚再迄落好不好？绿色，啊你这，啊你工厂是伫咧？你公司伫咧倒位啊？你多久啊？咩？罗州中山路。妙华，你是穿几号的？你穿41号的哦。啊，我穿几号的？我穿230哦，230是几号？啊，青菜啊，乖。一粒，真好笑，其实是足细粒的啦，真好笑的往来，一粒仔仔，安尼一粒仔仔尔啦，啊水啊高，啊古锥，甜绵绵。等一下吧，哦，咱是熬花的。他在拉弄门呢、啊。啊，他也出去吗？没有，他关键的、啊，叫他问一下。他有一次这样，他就从上那个什么，上那中观的金眼龙树菩萨，往阿来。他来之后，我就跟他讲啊，之后他说跟班长是，我礼拜天都会上课同学。会啊，应该啦。上课同学很久，他来正堂。啊？大姐，谢谢你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这是跟上帝产业，有点不太一样。这是共体
跳。对对对，跟我们跳，用新疆话说。对，上一堂课讲。这个上映才有，这个文章。它是武藏印的。武藏才有，一般市区行前没有这个。